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桑恩。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呢，一只网友推爆的很简单、很好上分的英雄。重点还是在于操作简单了。希望我们昨天发的莉莉安呢，那则太难了，需要很精准。沃洛斯的话呢，不需要精准了，甚至连瞄准都不用瞄。我们的技能呢是自动攻击的，自动追踪。哦，这边呢，这拉兹是一个不错的鱼饵呀，钓到两条超级大鱼，2-0的开局，好像是很顺风是吧？但其实呢，这是一场大逆风，还有都有呱唧。来来，先猜猜，你们猜呢谁是呱唧的？甲虫跟拉兹呢，这两个前期都有人头，有经济，应该不会呱唧吧？我们就来看看莫托斯吧。我们现在看我们的玩法，莫托斯呢其实跟查哥那尔达像有点像哟。我们最大的价值呢就是我们的坦度，跑得快。我们更胜一筹的地方呢，跟他相比就是我们伤害更高，还有呢我们有硬控制，再来我们还会回血，这是优势的地方。劣势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没有大象的大范围缓速，我们也没有大象的大招，宝牌稍微的差了点。宝牌能力以外呢，其他方面都是赢大象的，坦度呢也是很高。不过呢我们坦的方式不一样哦，我们的坦呢是要上去吃招，不能够被敌方集火一套打到底。如果是集火一套打到底的话呢，大象坦度高一点了，有伤害减免。而我们的优势呢，在于我们开二技能有护盾，还有呢，我们会每一秒回复1%生命值。但是回血的方式呢，是每两秒回复2%，不过就是一秒1%的意思嘛。只是它是两秒跳一次。一般来说呢，如果我们没有血的话，我们出装都就全坦哦，每一件都加生命值。自己拉这要快点跑了。哦。刚刚那个应该是呢甲虫或者莫拉过来吃的，拉兹过来吃就不太行，伤害我跟他都不够高。前期的话呢，我们多帮打野刷野速度快一点哦，看看那个打野能不能滚雪球。体力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后期教。我们中后期呢，再注重保体力就好了。一般来说呢，如果我是体力的话，我会需要呢，我想要什么样的辅助？一般来说呢，有一个辅助走在前面帮我们开路，帮我们探草、看视野呢，那样就是最舒服的。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前面的话呢，就帮打野滚水球；而中后期的话呢，就保射手去抓人。不过打着打着呢，5-14了，对面的飞雷呢还肥到不行啊，超级肥的那种。打着打着呢，哎呦，我们的甲虫怎么在叫泡不起温泉了？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台湾泡温泉的地方呀？冬天那么冷呢，可以泡一下。我知道呢，新北有一个叫黄池的还不错，但是呢，每次加热都很多人排队。这甲虫呢，完全是泡温泉专家，问他他应该就懂了。这里有可能会被一波结束的。我们这时候要做的事情是端后面的这凯撒先锋，不要让凯撒先锋进到主堡范围，那我们的主堡就还不会爆。最后被这个维拉连到剩一滴滴血。OK， 好消息呢是我们增加了三个头，刚刚是4-15，现在变成7。坏消息呢？好像也没什么坏消息哦。话说我们好像很少蹲到尾了，是吧？我们这场也没杀人呢。片头的是另外一场比较顺风的呀，杀很多人。故意跳这场呢，就是因为比较逆风，而且呢还是队友挂机的绝望局。一般来说呢，玩落视角的话，越绝望越逆风，大家会觉得越好看，是吧？也更有幸福力。这场我们还是有一个优势的，那是呢，我们的射手看起来没在挂机是吧？辅助换凯撒路还行，是很赚的。
不过我死掉就不是很赚。一般的双人单排，大家看我很常玩的都是打野啊、射手啊、中路啊，因为单排玩这些才能够carry啊。辅助的话呢，就吃队友了。有些人是靠天吃饭，我们玩辅助就是靠队友吃饭。这个有用技能探草的呢，应该就不是开图了。游戏时间13分钟，快要撑到15分，魔神开上了。我们还没三路全破，其实有机会的。莫多斯坦呢，就要像这样子哦，上去吃技能吃招，有吃掉呢就有赚。毕竟我们被动是会回血回回来的。上去吃点招之后呢，还把对面飞雷打残了。刚刚我拉这个梦想呢，一个大闪就会杀两三只。不过呢，梦想来的并不迟哦。最后我们的高地有保住，高地没保住，我们的主堡有保住。一般来说呢，我们这样走位，我们是故意走位失误的。如果我们离他很远的话呢，就不会回来。虽然最后跟他换掉呢，我原本的预想是没有要跟他换的，只是单纯的单杀。像我们追小丑啊，我们刚刚直接追可能会追不上他，如果故意露出破绽呢，他就会回来。小丑呢算是比较不好打的射手呀，毕竟呢他有免疫物理伤害。当然呢，摩托斯会怕一些真伤甲呀，像是海亚、罗尔、马洛斯。马洛斯的话呢就不一定了，马洛斯的话也可以算是技术对决，毕竟他很脆皮嘛。利用我们的跑速呢躲好他的巴洛斩，那我就是有机会。这时候呢，我觉得可以一波。最后被这个飞雷剩一滴血吸回来了呀，难道敌方命不该绝，气数还没尽？但是好消息是呢，换下来我们依然是有人数优势的。莫拉到了后期还不错呀，前期个人手感还没热身起来。像刚刚这一两波呢，都是莫拉的功劳呀。他有收掉敌方两只扇子，让我们虽然少打多，还是能够喘口气。这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基本上呢，就是探好草呀，不要让维拉蹲到我们的体力。再来呢，能骗敌方的招，能骗多少算多少。你看到我们上空区吃招吃伤害，吃完之后呢，其实我们还是会回血的。如果满强身护符呢，甚至不用回家。其实他也可以不回家的，不过呢，我想要更快回到战场。后期的话呢，你看我们最后一件装备是冰袍，冰袍也是摩托斯的神装，可以让我们黏着人哦，黏到射手就别想跑。我们的一技能可以不停的触发冰袍哦，很黏。但是呢，装备实在没格子了，不然的话就卖掉火甲。在后期的话呢，火甲可以换成一个单纯的弹装。不管是复活呢还是长生，毕竟到了大后期呢，我们就不缺那个伤害了，就单纯的弹到底，看有没有要清兵的需求了。火甲最大好处呢就是清兵，再来就是呢补充点伤害。自己打着打着呢，对面剩下地系小丑也要没了，我们用复活甲换掉他的头，那是赚的。最后呢四打五很精神的赢下这一场，四个人都能赢，那如果五个人呢？以上这么大的简单好伤分英雄摩托斯，那就我是桑恩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